在中国市场，投资者经常要面对转变。普莱士中国新视野股票策略，以超凡视野在低效率的市场中捕捉转变带来的机遇。事实上，在中国市场，回报往往由独特的因素带动，而不是受宏观因素影响。过往大部分的总回报都来自少数股票，这些表现领先的股票一般都不是最常见的超大型股。中国新视野股票策略旨在识别这些明日之星。要知道怎样发掘这些明日之星，必须具备毅力、资源和为客户达成目标的决心，而深入的研究是关键所在。我们的投资专才进行实地考察，提出最精辟的问题，以得出独到的见解，洞察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我们凭借投资团队庞大的优势，加上专有的研究，进一步探索。我们放眼超大型股以外的领域，全力追求更坚实的成果，争取在今日发掘未来的新星。在普莱士，我们不会等转变来临，而是前瞻局势，早着先机。我们透过由下而上的方针选股，不受指数、风格或行业限制，发掘别具潜力的投资选择。普莱士中国新视野股票策略，与别不同的中国投资方案。